也是中俄关系和我们各个领域合作中，在喀山峰会期间，有成功的举行了以及全球治理的改革来做出中俄两国的应有的贡献。再次对在这个见到，在前所未有的我们关系的前所未有的水平，我们领导经常会见，多次证明这个。在喀山。 峰会之后，他们制定了新的双边合作。